所以目前的这个两栖屋的做法，它其实是结合了这两个部分，就是说我一方面我必须要固住在河床或海床上，让它可以在这个地方是稳定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俄罗斯，它也做出来一个这个感觉上也是好像也像一个温室造型，可以自足自足住在里面这种房宅建筑，以后是不是到地球上没地方可以跑？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